大家早上好，我是兰兰。给孩子们打点豆浆，我一般都把这些豆混在一起，每次拿的时候就省时间。再搁点黄豆，我给它搅拌到一块儿，搓的可快了。然后再搁点小米，然后一搅拌，这样省时间。啊，我每次一个一个的拿，特别浪费时间。你看，小米。黄豆、花生三种，玉米四种，黑豆五种，然后水豆六种，再搁大枣，每次再搁大枣就行。然后这么一搅拌，搁点玉米，又差点忘了一个，还有黑芝麻。黑芝麻，又搁了一个大枣。今天放假的第二天，孩子们的男朋友要来家里面。年轻人嘛，都爱吃肉，所以呢，我就再继续买点牛肉，牛腱子，买点炖的，再买点牛腱子，因为牛腱子它只有早上起来才有，所以我就起了个大早过来买牛腱子了。今天人还不多，因为早。好了，买了点牛腱子，买了点牛腩。下一步，买青菜，先扫码。哎，可能凉快了。买蔬菜，水果昨天已经买过了。孩子们爱吃扁豆，买点扁豆。还有茄子，给他们烧茄子，再买点西红柿。哦，哎，西红柿青青的，茄子。放在这里的一般都啊，再买个洋白菜吧，多吃点菜，圆白菜、茄子，4块多，圆白菜、花菜，来小袋，搁不住，茄子紫皮的好吧，我也不会挑，反正我就知道越紫的越好，行了，就是它吧，扁豆，现在蒜苗。没有原来好吃，还是我不会炒啊？来点蒜苗吧。哎呀，没有扁豆吗？劳驾有扁豆吗？去看看前面这有没有你需要的。哦，好的。扁豆还真没有。哦，是这样。这个哪个好吃啊？这太少了，就这么几根够，不够吃啊！这么几根，买两把，算了。多炒几样吧。啊，贝贝南瓜4.99一斤，多好！我先不买了，买两个西红柿。行，够了。孩子们爱吃包子粉，这小白鼠吗？对呀，这粉不太好。哦，好的，我从超市回来了，这个是买的一块牛腩，这是一块牛腱子，这是带鱼，这是虾，然后菜是扁豆、蒜苗、圆白菜、茄子，还有黄瓜，有用黄瓜泡点木耳哈，已焯完了一半，给他们做一桌好吃的。他们都爱吃我炒的菜，我炖的肉。开始炖牛肉，搁点葱，搁点姜片，点火，然后把泡好的牛肉放。里边有牛腩，有酱，腱子肉，我就一块炖了。在这里面泡个一小时，搁上盐。泡的时间越长，血水去的越多，它就不腥。其实你看这挺干净的，这肉好。凉水下锅，
搁点白酒，你有料酒搁料酒也行啊，搁什么酒都行。好了，焯了五分钟，关火。好，来了，这么快回来啦？这鱼我先拿出来了。什么鱼呀、啊？什么鱼啊？这是？不是鲤鱼吗？哎呦，我的祖宗啊！家都没人。活的，活的还是？啊、我刚刚一弄，它咚一下。我的天哪，这又是他妈拿的，肯定是他妈买的。这活的。嗯。啊哟！发酵大料、葱、姜，还有桂皮、红糖、老抽、姜呢，然后再搁豆瓣辣酱，搁两勺豆瓣辣酱，然后再搁点水吧。嗯，然后再搁点豆瓣辣酱，搁点辣酱，提鲜，提鲜辣酱。你酱肉必须得搁点酱，闺女，别捣乱啊！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一块炖，走你！叫你爸拿那大盆，把那鱼活鱼给它放出来。然后活了匀了就行了，要啤酒最好了，没了啤酒再搁点蚝油，走你。好了，我翻了不了了，搁高压锅里得了。好了，倒满水，真没有劲，紧边上。好，就它开始起。哎呦，看看我们这未来的姑爷给买条大活鲤鱼，你瞧瞧多大个儿。哎呦，辣腰！我一会儿搁这杀，我都没杀过这么大的鱼。看看，我天哪！先在这里泡着吧。开始炒菜，蒜苗、扁豆、洋白菜，那边拌凉菜，还有一个茄子，我考虑炒不炒呢？太多吃不了。我是坐在这里不在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散我独坐才知答案活着更勇敢没有神的光换你我生而遗憾此心随众人情遗憾生命漫长与短暂跳动心脏长出的难无限难日如黑暗坠入深渊长满泥土的脸看着大侠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一半人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有一滴也许会走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黑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眼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眼说了怎么了你看手动放气儿大鱼等不及了你就手动你点这儿就行了好了放光了嘿棒棒的再收入汤上煮了这么几个汤香吧这不是你的牛腱子嫌我给的不好用那你尝一块那不要尝开饭喽尝尝饭店好吃还是你妈做的好吃
羊肉盛了半碗，还剩多一半，差一点火候，孤独着呢。死心最终人情遗憾，生命漫长已短暂。我吃黄瓜。跳动心脏长出藤，请点赞关注哦。